各位好朋友老顾客，我们先插播一段 NTW 工商时间。最近 YouTube 开启了一项新功能叫超级感谢，最主要是开放给未开启会员的频道新增一个支持频道的方式，当然也是有免费专案。观看完毕，分享、按赞、订阅，皆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，感谢您。首先，请掌声响，一首《南蛮军》，神风特工，阵中群豪。是真双全豪。接下来进场的是他的对手，一手横金大臂，极乐求玄将，刷卡。来，我来为孟婷介绍一下。是，请说。因为大家可能对于这两个选手不是说太熟悉。九路，一属南蛮之神功特工，郑双全豪。近年来，郑双全豪的心中沉迷啊。最近上戏比赛，甚至是在去年的复现季啊！哇塞，应该没有。现在要看到郑双全豪比赛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极乐哲学家，刷卡！可以说是无限限定的一个这种选手，是无限限定的选手。对，那刷卡的话更神秘了。他的右手自小就心中就已经沉迷了，对，你看到他现在失踪他的右手，是，然后他会拄着一个拐杖。但他并没有因为他少了一只手的战力而有所下降，是，对，昨天有看到他的腿技是非常的了得。哦，是。昨天有看到沙卡的跟阿勇狗的比赛。没声音，一起来好不好？音乐界的乐迷们真是可爱，没错，都非常的热情。水豚，你是在偷臭，我不聪明。哎呦，观众说上一次是五月，去年五月，五月的什么？我印象中什么比赛？去年五月吧，我还真是忘了，真是抱歉啊，心中沉迷到我有点忘记。你看看，沙卡用他消失的右手，就能牢牢的锁住了真双全豪。没有错、哦。一个 headlock 锁住了他的，
哇，现在要怎么走呢？他抛下个绳索哦。哇、欸！他坐着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他叫他踢他，他叫他踢他。哎呦！用力一点啦、啊！这干嘛？这干嘛？珠宝之后，哇！珠宝之后的梯级有点太小了。对，大力一点。沙卡这边感觉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哦。昨天 Lucifer 跟战爽谁赢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帮你回答，昨天是 Lucifer 赢了。今天呢是今天最后一场的冠军赛。喂！哇！成功！马上打地！哇！回旋踢，没有错，他真的是，他真的是没有把真双拳豪放在眼里。是，哇，一个 shoulder tackle， 再来一发吗？哇，大脚躲掉了，躲掉，哇，回毛踢。观众问说：“凯撒现在还好吗？”别要再问凯撒了，你可不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人？全豪至少我知道没赢过，所以全豪上次获胜好像也是蛮久之前的事情，有点久，真的是蛮久，一定还是有啦，就是有点少而已。把雷拉到比较擂台中间位置，进这个火计。其实我昨天没有看到他们比赛，我想知道动个聊现在状态图。角落穿刺的肘击哦，看来大家是要再一次哦，又一次角落穿刺的肘击，他把他的脚抬起来是要做龙卷脚啊，快说！哇，这是一个重击腿部的动作，相信大家小时候有在看日本摔跤的人，一定对这招非常熟悉。是。非常经典的一个招式，它是一个武藤敬司常用的一个招式。真双拳这位选手也是带有蛮有那种日本的感觉。他现在开始重击沙卡的腿部，是特别是这个右腿部分。又一次的中断踢击，不要再打沙卡的头了。哇，连续的第二次的踢击，有没有想过，其实沙卡这样搞不好是造型呢？哦，又翻踢击。在这帮大家宣传一下啊。大家都有在看我们直播的下面的一些可爱的小动画了，那个其实是我们联手制作的，摄影师制作的，大家可以给他一点鼓励，谢谢。是一些辐射，算是辐射级的视觉。各位观众，新制神官拳，我又回到了，来到了擂台下，来到了场外。新制神官拳。哇，两组选手都不约而同往铁桶这边来做了攻击哦。吸大批观众的围观。哇，非常大批的一次逆水平。
看到是萨卡拿起了铁桶，好像在做进攻。他要干嘛？塞进他的底了。阿巴塞进他的底了。我要进行滚动吧。哇，沙卡这边是叫观众，这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动作。各位观众小心自身安全，场外乱斗行。各位观众小心自身安全。特别提醒选手都经过，都经过训练。啊啊！现在热狗，热狗滚了。哇，沙丘刚在贴贴，应该经历了一波翻滚哦。有，我在想啊，摆那个那个应该叫什么？那个叫破坏之王，那个无敌风火轮，差不多应该是这种感觉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哦，想要吊起来做一个啊，吊车翻摔 Superlex 没有，又一下，哇，没有，不过一个哇。在这个岩石落下机，铁桶坏有算联盟的吗？应该是哦。哇！高角度的 bad drop。哇！他要旋转的，我连续的旋转，刚刚的，哇！刚刚的铁桶翻滚，加上现在的旋转手手 ，Damage Driver， 罗萨卡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，看起来是运道又不行哦。场上工作人员帮忙确认一下拳头的状况，等等。他拿下了这场比赛。那我们上半场的比赛，在沙卡以下比赛中会暂时到一个段落。那下半场的比赛快点开始了，希望在线上的朋友们不要离开我们，能不能马上就回来？是。本节目由高博科技、杰瑞蛋白联手制作影像工作室，好迪尔七叶社、Muscle Dream、Biolo、First Drop、月梦床垫给足呵护、包斯大博斯达球服客定制、江夏传统整副推拿、小鸟吃过、全息影像有限公司、田园小镇、威达贸易有限公司、团购教父。Brand 风月赞助播出。